好，我们今天构图这个取材是张大千的早期的作品。好，过来一点点，调淡的。因为要画前面的石头，所以浓的稍微尖沾多一点，虽然是要浓的多，但是里面的调墨一样要清水淡的，只是浓的沾的比较多。那这个位置墨色不必最浓，主要的浓的要在这个地方，尤其是小石头。这样有看到吗？嗯，有。那刚才的都没看到的。小石头要画得特别，墨色要特别黑。他第一次画不需要马上就去改哦，等整理画的时候，就墨色不够的话，再等干了再去补就好了啊。包括用太点点啊，或者是稍微写一下交接的地方，稍微加一下就好。不要急着画了马上就去改，那会破坏掉，泥滑会变丑哈。这样我们画这个传统水墨画更要求像古代的文人讲究写书法的笔法，讲究线条的美。好，这小石头给它特别黑。那我的构图，因为我是在家里慢慢的想，慢慢的稍微像建筑师这样子慢慢的想，所以不是匆匆忙忙的，应该还好。这里面有三条小船，那也是用颜明卿一些有名的文人画家的笔法，很简单的写出来。就复制的披麻村，然后轻轻的擦几笔。这个地方上面是阳光照得到的地方，是亮的地方。好，墨就给它稍微重一点，墨色重一点。这样复制的拉，往地面的方向拉。叫披麻村哈，这里笔法不必刻意的交代到这个纸的边边，虚掉就好了，笔触拉到这里就虚掉就好了。来画这边的，这里这一丛屋子前面的树，那原来的。那张大千的话，这里是很简单，全部都是一种树。那我们稍微给它不一样的笔法好了。前面的树我稍微给让它大棵，比较大棵。在写鹿角枝，这个要好。画得好就是要练，平常在
画坏掉的纸上面拿来多练习。把主要的树干给它粗一点，分出来的鹿角枝就给它细一点。这一颗一样，这个里面漂亮的墨是里面是清水淡的，那要 一整颗的话，浓的稍微沾多一点点，再碰一下，从树梢开始点，把树的形状点出漂亮的，就美美的姿态线条姿态哈。那要怎么漂亮呢？就是这里不要成一直线，这里有这个凸出来的凹下去的，这里再给它凸出来，这就是平常多观察观察自然界它长出来的美美的姿态哈。我这个无焦点，无焦点水分要够哈，因为这是表现有生命的东西，你水分就给它足够。海绵的，现代人比较有创意，好一样。这样子都是石头的最突出的这一面，这个呢，亮面，上面也是亮面。画这个传统画面，对救生的，应该都是很简单的。只是就是要练习把笔法画漂亮。这个线条给它画得有力道。尽量避免涂涂改改，这样子就好看。这里我现在看，本来那是不进去，这个双钩的树干哈，下面比较粗，然后这里这样子，那双钩的建立从中间有分支的地方，这样子来画出来。那比较细枝就用鹿角枝直接写就可以了。为了画面的丰富，这里来用夹叶点，夹叶点现在比较少人用，以前的传统的夹叶点是非常多种，那现在比较多还保留有在用的比较少，
就是写圈圈啦、啊、或者是写双钩介字啦、啊、其他的都比较少，写双钩介字。那因为这个树蛮小棵的，人就不要画太大，一样从树梢写出来哈。用写的双钩介字就是不可以叠，那直接写写那个介字的话就可以叠，一定要叠，那这个就一定不可以叠。第一层画到第二层，就是第二层的要闪过第一层的。那一般是就是介绍的介，但是加个一个夹页，加个两个夹页，那个都没有关系的，没有那么呆板。双钩介字的上色要记得，双钩介字的上色是要像一个一个圈一个圈的先上了，然后再整个轻轻的把它淡色，让它全部整体再结合在一起，不是整片的，整片上会把这一些线条破坏掉，要保留这一些用血的双钩。会热，不要脱，我就是脱了以后，现在头昏昏。这样子，勾戒指，那这个画面会更精彩，然后就比原来的只有用整幅画都用同样一种点法，会比到比那样更精彩。这个是里面穿的背心，就感觉这个。现在不冷了，早晨来的时候觉得好。用写的，写出来。体力比较不好的时候就穿暖一点。一颗一颗的来画哈，现在要画叶子，就把笔洗干净，三角点啊，一样从末梢开始点，这个给它出来，这个给它进去，这个给它出来，这样塑形就漂亮了，就从末梢浓的先画。这样树的姿态就蛮好看。现在点到这个时候，淡墨已经出来了。这干的时候，等它干的时候看得更清楚啊。现在是淡墨了。一笔漂亮的墨就是这样子，有浓有淡。像这个树干，如果是画大颗一点的话，左边就要稍微要好。这个刚才是侧着，那现在是浓的干。好，这个第一间画好了。
因为我没有把构图，我是慢慢的、慢慢的构，不急，在家里慢慢的构，所以构图还应该是还算理想啊。好，第二间是不同的方向。这个方向常常会画的不太理想啊。那原来的这个早期的张大千的这一幅的这一间，也是方向有点怪怪的。那我们既然已经稍稍会看了，就把它纠正一下。好，后面一间，我现在看我觉得这里太平行，我就稍微再加一点点，加出来一点点。好，用写的，和这个一样，给它再整个再给它都往左边移一下，往左边移一下，这个给它一个屋顶的厚度。好，下缘用写的，这个是阁楼的那个楼层的楼板哦。白法银，上白法银，好，这个是木板，用写的写下来，写木板，好，不必太工整。侧着笔写这个写门，这个比较长度的是窗户，这个是门，不必画一个正正的框框，笔擦一下，然后外面写一下就好了。要表现的话也可以写，如果是表现木板也可以哈。以前的房子比较都是木板的，那不要距离写得刻意一样，它有点长度宽度都不太一样。这边让它干，这边先让它干，先来画右边。毛儿笔，这里有一条船哦，我们最后才画哈。先随淡墨沾浓墨，浓的，
把小石头换浓一点。哦，这个墨够浓，很好。春往地面的方向拉。好，第二笔下缘我们都是这样子拉，轻轻的把笔躺下来。好，这个浓墨画很肯定它够浓。可以一层一层的把它加上去。一样，上面留亮的啊。好，来，再粘回浓的，用完了再加粘回浓的，再加第二层加上去。好，构图归构图，现在画的时候还可以感觉一下，还可以更美，就稍微画的比原来构图更美。那我请教一下，这画整个是中心点在中间哈，中间是要龙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啊，主角。对，是啊，中间龙，那旁边有龙，会不会？小石头，小石头要龙哈。现在这个是小石头哈，到这里就要稍微比它。那等于，我们这样看过去，就是远近的距离是中间，我们既然是中心点，我们这边是中心点，在这边，那你这边那么清楚的话，会不会说这距离方面表达比较不清楚？不会哈，这个两个画，这个两个要呼应，你整个画只有这里黑，这个都很淡。看起来不会稳重，所以墨色还是这边还是要有浓的，不然整个画会只有这里重重的，这里太轻，这里还是要有重的，这边才来淡，这里还是要有重的来支撑啊，这个还是要重啊，这个地方还是要重。那个小石，最小的石头，最浓的墨啊。那画的浓淡也有用反衬的哈，也有用反衬的，就是前面淡，画面浓来推啊，不一定都是前面浓，后面淡。你也会看到反衬的表现。这个因为我已经把淡的加进来，所以我肯定这个是比这个淡。就是自己做了一些需要的动作，加点水进去让它淡的动作，你就能够肯定它的墨色是正确的。不知道他没有来讲，他说要来，上礼拜有跟我讲。好，这个这边平的，这边尖的出去哈，形状稍微有变化，主线条画出来，还是可以有小小的变化的哈。主线条就是你要的石头的形状写出来了，然后再分副线条，
石头跟山一样哈，只是石头是小的，那山就大大的，画法是一样的。这里一样，流量，复制，这样写下来，看到复制哈。往地面的方向拉，这个等一下干了是蛮淡的。刚才有复制，然后用擦笔擦一擦。不要很呆板的，留一条线白白的，还是要有轻轻的擦一下。那靠近线条这里要给它密密的皴法，给它密密的，这里比较浓，上去下来。石头可以这样干干的笔法哈，画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一下，出现太尖的就不要太多，好像这个。尖尖的，等再修，在我整理这一幅画的时候，太多尖的就稍微用点，稍微遮一下。太点的一个用途就是遮丑哈、哦，一来是美化，但是也是遮丑哈。地方比前面的墨色稍黑，用反衬。这里避免平行线。这小鱼又太多了啊！有人要小鱼的时候跟我讲。我什么鱼？什么鱼？是不是孔雀？孔雀鱼啊！我鱼养的鱼。哦。孔雀鱼。才想到就要去买。因为我养那个锦鲤，孔雀鱼后来养到冬天的时候都死掉了。你要加什么？要加温。你们要给它穿衣服。要加温哈。然后养锦鲤。锦鲤现在只剩一条，可是那条还蛮长寿的，好久、啊。可是大鱼跟小鱼不可以养在一起啊！啊，怎么办啊？大鱼会吃小鱼，就要再拿一个东西来养。好，不能养在一起。有，就是有玻璃缸。玻璃缸。没有养过它生小鱼。啊、你有上网看到我的鱼在生小鱼？没看到。我有看到。好，给猫抓出来。石头这个再等它干哈，再来画这里，已经干了哈，很安全了。我这里刷水。对，我就觉得今年特别不对头，体力问题。心理压力吧，越不动越。你会想东想西是吧？不是、啊，都会让你操心呐、啊，老先生。先生。是自己也会操心的、啊。不够忙，真的不行，忙还更不行了，太没有力气。不是。不是身体劳累，这是精神上，这个脑子在，哎，脑子不行，想东想西，所以你要出来忙、啊。
但整理整理家呀。我刚才有一些地方我没有加上水，好，所以这里出来不一样的效果。两个孙女的孙女，这是就是很奇怪的地方。女儿生两个。这里要画三角点。没关系。这个刚刚胡椒点，我再加一点。好，来画树枝，这是稍稍有一点小，已经比较干了，稍稍有一点水分。这个是圆圆的树丛，就是轻松的带笔就好。好，一颗一颗的完成哈，沾千水淡的。因为这个是画屋子的后面，就淡淡的就好。这里刚才那个有点呆板的，稍微破一点，破掉。三角点，轻轻的三角点。水分，让它水分多一点，就算是压到屋子，这个点就算是有压到屋子都没有关系。因为树本来就是会长在屋子的上面。应该是感觉蛮体力不好。但是体力是训练出来的。我就说有一对会夫妻在那个松山的那个暖身场，夫妻两个只有一个轮椅，夫妻轮流走。绕一圈是我推，绕一圈回来换他推，两夫妻就是这样子，都两个都走不动。这还会躲，还会推。有一个中风的，走得很慢，我每天早上碰到他，自己走好远。好，这一丛就是这样高高低低哈。那这个比较矮的树丛就也可以不交代树枝了。那个夹月点芊芊的后面可以染暗。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后面的，这一丛的后面的，再用淡的把它染一下。那上色的时候，淡淡的上就好。那这又比这个淡哦。全显示出来。我
你那个加真够多，你家己吃。是以前买的，而且有一点，有一点怕，有一点凉，所以就穿一个小背心。可是穿太多又太热，很可爱。因为颜色差不多，就把它穿在上面。现在的天气不容不好穿衣服，对。而且一重也不要刚好尖尖的，行，稍微看一下。那原来那一壶张大千的话，这些点全部都是用同样的。那我们稍微变一下。这个是淡的哈。尽量可以自己找得到，就是啊，哪有那么巧的事，好的事情给你去，巧的人就死掉了，他要是不死，哎，弟弟们小孩没有啊，都长大了，不在这，不在这，这样子高高低低的，再来下一颗。就现在很羡慕人家兄弟姐妹多的，对。可是你有没有在气的？现在剩下三个，都还没多少事。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不知道那个责任很重。曾经让我看，我们有十个，甚至上两个。哎呀，曾经到了这个年龄，你十个。我最小嘛，最大的一百多岁。啊。大啊，你电脑上，老师为什么这个是淡用淡的？比较圆，要不细，要不细。喜欢的对部位啊，啊，要么结尾啊。主角有啊，其他都可以。是在它的后方背，应该是比较深，对部位比较暗的。那种表现也可以，但是一般都是后面都是用淡的。比较圆的通有安乐死，对对，也是。可是你没有，你也刚刚有讲过啊，你也可以用反衬的，像这里我就是后面比较浓哈，都可以，你选择一种。你要后面浓或后面淡，自己选择。怎么样理想就选。我留有钱，我弟弟就会回来看我。那个干了就可以点它一点，啊，点了它一点，它就吹开，很少的，那我加了很多的，就画面的东西蛮少的，给它加的很丰富。啊，小石头画浓的。张大千是名家，我们取他的。老师一天有没有画八个小时？没有，六个小时。老师都不止。那我老师一天画八个小时以上，大部分都出来教课啊，稍微被动一下啊。不是晚上回去还是画？应该休息了。老师有时候画到天亮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我现在比较辛苦的是接一个秘书长，我在做文书工作，文书工作是我最笨的事，所以很比较没有时间。别人是也可能一两个小时可以做完的，我要做一两天。是滚行，因为要打字，对不对？是个文书的格式，这不是内行啊。Excel 那是 Word， 用电脑打的是。好，来。嗯，都是一样，什么都是熟能生巧。哎，没做过就是不会，就是不会。学。一阵子过了就好，小石头都比较黑。
你经常吃的吗？然后淡淡的啊，这已经靠边边的就。那石头可以干干的比没关系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说能不能吃了。炒着啊，这边都是。那清水淡淡的，就是说尽量吃肉酒，多洗几次，多洗几次。农药是可以的，是我们的生命的，因为农药你就可以这样的不好，所以你要洗的很干净。像我吃肉吃的很少，我都少吃一点，多运动，多喝水。不要，以前我喝过。好，这个给它比较平的，下面要画比较尖的。这里给它简化了哈，要原来多的分块，现在比较远吧，简单的，仔细的小事。啊、这个不吃，这个不吃，这个不吃，人生照常活到100岁，就是几十，现在90几岁，听着好像好多。说你自己吗？对呀、啊。也要虚掉嘛哈。这个不要接，不需要接水边。我就那个船凳呀，因为下面不要太湿，比较轻轻的带过来，那水边稍微浓一点，靠外面就越来越淡。对。这个稍微形要好看的话，这个转的地方跟这一个稍微对到哈，就是这边稍高，这边稍低，也不要差太多。这个高，这个低一点点。也不要画得太靠近，这样就好了哈。其他。嗯，你这几下，我半年间也无家己啦，等到身体较好起来，对，生命较好起来。奇怪嘞。那里都不要画得太重，不要交代得太清楚的。嗯，努力努力。虚掉，轻轻的把笔延伸，轻轻的。好，这里是三点水，就是为你准备的。
他现在嗯，也不必靠到这里啊、哦，轻轻的带。水边是比较，但是它比较深，那水透这透过又留白，留白就好了。像这里不会太整齐，太整齐有点呆板。洗掉这些，清除那个上面的石头，就轻轻的带一点点线条就好。很细腻啊，轻轻的带，就这一个转角这里。不必画太远，轻轻的有一点水的，是浓郁，它像南水，不是南北，南北就不是不太一样。那里面像下东西的话，下那个夏天晒起水，很热。这个另外一层，轻轻的带一点，这里有两层。那尾后安尼跑过去，那还是要被落到很浓郁。上面的头的修，烧出口就是不要太宽。好。好，这个都所以我再来就是用盘子上刚刚的这些，当第二层中间的，然后笔尖再粘回来，但是不要直接画哦，还是要我们只要加它再多一点点，视线不好了，挖干带一点很少的进来。很少的带进去。笑这个人啊，这个眼睛不好了。鼻躺下来。对啊，我就是连文鸡汤。笔法稍微不一样。我是问眼科了，伊讲这个话，你怎么这样子？慢慢点好啊，什么时候？伊讲那时间，我没有时间表。对啊。哎。沾点清水。见你都太急了。那你已经关了，啊，我不要用力去蹬到那个好了。
他只要用到你。面呢？嗯，轻轻的。轻轻的。他自己有房子。重的变轻的，因为我们调的是正确的墨，这样它就会变轻。轻轻的带。就方向稍微给它有变化。好，这边。交朋友的。你看你看我啊，我小心没考。好。好，这里我们洗掉。看老同学。淡淡的就好。你用平的就好了。越来越淡哈，不要用力哦。有啊，我叫看到来注意啊。有面来面来面来面，温水较大杯哦，你两杯就好。继续的话，好，咱也长久一点嘛。比今天稍微整理比较尖一点，就是我大姐，就一个月。他书法班有去？有啊，我大姐。是吗？我大姐。老师还没见。还没，今天是3月26。粘连水。老师没有签了。等一下。好。有到没有签？把这个树丛的靠中间里面要把它染在一起。